大家好，我是解说小趴。自从换了策划，每次更新大家都会觉得网易又良心了。比如说这一次120层辐射高效，咱们打的时候不费武器和无人机的耐久，而且弹药消耗降低 75%。 这个新服装呢是非常的好看，但是价格呢稍微有那么一点贵，要268块。而且这个男性的皮肤真的是丑爆了，这明明就是男佣嘛。接着就是一年一度的播种希望节目，还有今年可以领取这个圣诞礼袜，咱们可以用这个圣诞礼袜去市中心这个圣诞树这里许愿。小趴许了一个梦幻庄园的愿望，咱们有机会获得这个泳池桃花和壁纸，而且每次更新必有的幸运夺宝这一次也是如约来临，咱们可以获得进阶的基础蔚蓝黄骨护盾。而且呢，以前那些定制克星定制攻防竟然也要夺宝抽取了，哇，真的是亮瞎了我们的狗眼。好的，商队集市里呢也有不少的好东西，希望大家攒一攒这些铃铛去换取自己想要的家具。OK， 你们对这次更新怎么看呢？我是小趴，咱们下期再见。